三强为继，河山统一，中国要靠我们自己来救。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。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撑了几千年了，成时候了。中国人民是不可诞生的。我向数据展示，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二遍，这盛世如您所愿。大家全国帮忙，武汉是能够过关的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，也一定能够实现。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中国的未来交给你们了。